位師友、各位長者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好嘅，因為咧，阿會長都話近排天氣唔好，好多人都病咗。咁我係其中一個。咁雖然咧就開始好翻啦，但因為今日係太多長者喺度咧，就所以原來我繼續會戴住口罩。咁啊～保護大家，好多謝温哥華北斗星獅子會邀請我今日嚟參加佢哋嘅就職典禮，同埋係做佢哋個執行官。咁所以温哥華北斗星獅子會咧創立到而家咧差唔多有九年噶啦。咁啊睇住佢哋呢一個會咧，每一年都係有同的服務是服務我們的社區，令到我們的社區呢就是得到很多他們的捐款啊、慈善服務啊，所以呢我們這個區呢也都是很引以為榮，他這個會在我們區裡面。首先我們就要做一些正式程序先。